7月23日晚，红砖美术馆携手北京现代舞团共同推出的奥拉维尔·埃利亚松《倒影无名》展览特别呼应项目《形影不离》在红砖美术馆首演。这场跨界舞蹈盛宴吸引了诸多文化艺术各界人士到场，包括崔健、陶虹、江一燕、顾长卫、张扬、李玉刚等人。作为奥拉维尔·埃利亚松《倒影无名》展览的特别呼应项目，《形影不离》由高燕金子编舞，北京现代舞团全员演出，共分为光、风、影和水四件演出作品。在延展现场，基于身体直觉和独特视角的舞蹈，在埃利亚松光色气象的自然剧场中震撼上演，与观众零距离共振。纷纷娱乐北京报道。